哦，哎啊，所以是你十七过不了，对不对？希望痛的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 Anna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哥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开箱一个很可怕的东西。那名字听起来就很可怕，叫做变态鼠标。我不知道有多变态啊，它主要是什么功用？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体态啊，可以去做一个支撑，比较不会弯腰驼背，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女生可能在穿洋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肥肉啊，可以帮助你去缩肉肉，那你在穿衣服的时候曲线更好看。但是我看你现在也没什么肉肉。我已经藏起来。哦，藏起来好好。我们是可以量穿前穿后的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先来量穿前，来。大家目前呢，穿前呢，我量得很准的哦，63.5678公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呢，这个就是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些通道很狭窄，你腰不够细呢就过不了。哎，我过不去了，你们先去，不用等我。就是这样子，可能这时候就需要变态助腰。好，我们慢慢来，我们从35公分开始好了。好，过过看。上面啊，简简单单，简简单单，30公分，好不好？哇，简简单单，简简单单，目前是没穿变态鼠标的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一次说5公分，好，25公分。哇，小了一点。好，过得去吗？哇，轻轻松松。过得去吗？哇。缩3公分好了，我觉得它很紧绷的，不是作弊的，好不好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可能要缩小腹，有一点碰到了，有点碰到了。好，那18，我们到18。哦，哎啊，所以是你17过不了，对不对？希望碰到。如果这一面墙17公分，你就过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变态鼠标。换钱，换钱，够变态束腰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换上我们的变态束腰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马甲。对，很像一个马甲。其实蛮好看的啦。来喽，足足小了1.8公分，1.8，真的有差，真的有差。那我们来挑战喽。好，18。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，好窄哦。小一，哦，擦到，哇，屌啊！大家这要怎么过啊？这完全过不去啊！大家，那16.5看看，好，16.5，好，16.5，不。这时间点掉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压力好大，就是一个一个这样，叮，具体的。好，来16.6公分。好，我们的极限呢就是这样子，很厉害，16.6，真的有变态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那如果这个有想要买的，可以找杰哥。对，睡觉的时候不要戴，其他时候都可以戴，最好是站着的时候戴，坐着就不要戴的。哦，对，坐着没有用。那我再戴看看。你尺寸不对。尺寸不对，我本来要男生尺寸的。对，你要男生尺寸。因为大家这戴起来真的很变态，你看他这样。哇，下来很像那一种海贼王漫画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哎，大家看一下侧面，侧面，这样你看，哇，这个侧面就真的是 S 型的曲线，无可厚非，无可厚非。这一支影片就推荐给大家喽，真的可能很需要。MI 店里的女朋友。
朋友或者是情人节送女朋友也不错。我们就这样，来呀、啊！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的变态树要开箱。我是黑男，我是杰哥，记得追踪杰哥的 IG 哦。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因为过年大家总是要喝点酒，我们今天请 Vivi 来跟我们喝一杯之后呢，我们要先来测测看我们的里面的酒精浓度有多少，然后准备了这一支测器，我们今天就要实测说做运动是不是真的会代谢酒精，是我们的重点。我们今天要跳跳床有氧，我觉得会更减速。那闻起来其实有点，这个是酒趴的哦，气泡水的味道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哦，这一款是我很喜欢，而且这是酒趴，一般酒量好的女生都不要轻易尝试掉一整罐，我们今天就一人一罐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已经解决掉第一个了，那我喝多一点。大家这个测验呢，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仅次于我跟 Vivi 的，我们两个的数。红了，哎，他的脸红了，有点红了，我们到现在八分钟。因为我每次只要喝酒就好，而且我很容易，我其实酒量不好，就很容易醉。哇，他跟鸭子一样了。我会先从脸开始红，然后就全身开始红。他是一个有酒胆的人，可以都可以喝，没开车都可以喝，都可以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最后喽。我现在已经有点倒数之后要吹了，我先。哇，我体内酒精含量有160，超级危险的。好，有测哦，小姐，我邻居哦。我觉得应该是有状态，这个脸。哇，199，199。你刚刚说160，这个绝对超级超级酒驾，超级酒驾，不行不行。我们现在我们要开车，我们现在要去运动，然后看看做完运动之后呢，到底会不会代谢掉一些酒精。好，对对对，好 ，Let's go Let's go。有电吗？好，没有。开门先。好，很好。正，小正，开门，跑步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跳，刚才是199。Thank you.
百五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九十，七十，快降，可是还是严重超标了，还是严重超标。我都流汗流成这样的，不会降。跟人不想宿醉还是怎样，说不定可以去做个运动。想想健身运动、做有氧都很好。那最后呼吁呢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就跑步回家，喝酒多做运动。那大家记得追踪我们的 Bibi。